中，我即将成为你的男朋友。白兰，肯定还有漏掉的人。别烦了，能打的电话至少都打过两遍了。饿不饿？吃点东西去吧。很久没吃过了吧？哼，以前吃了还挺不习惯，现在是好久不吃还有点想念。嗯，等你回上海的时候，我让老板打包一大份给你带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回来好像不太想回去了。真的？嗨，我懂。上海生活节奏那么快，压力肯定很大吧？来福城就当度假了，也挺好的。嫌口味淡呀，就加点这海鲜辣酱。我自家腌的。老板，您还记得我？1996年，8月7日晚8点，差一分钟，不就是你们两口子吗？想忘记都难。哎，您吃。达利，随住我这表，一个过6:08从河门上8点钟的前一分钟，你可以记住这一刻，因为下一分钟，我即将成为你的男朋友。